好，各位同学，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段啊。What's more？ 好，那前面不是在讲说呢，这个冰淇淋的这个试食员呐、啊，哈，试吃员呢，他做这个工作呢，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嘛，对不对？哈，包括用什么样的材质的器具啊，哈，好，包括呢有标准程序啊，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OK， 好，所以呢，他这边说 What's more？ 还有 In addition， 我们也可以说 In addition。Ice cream tasters don't swallow any ice cream while they are on duty. On duty, 我们说 on duty 的话指的是什么？哎，所谓的我们说呢，执勤当中嘛，好，在服勤，然后在执行他的勤务。通常我们会用在什么？像警察啦、军人啦，哈，好，甚至于说啊，计程车司机，你看他如果说他呢在营业中，他会写 on duty. OK， 好，那所以这边的话呢。On duty 就是说他在执行他任务啦哈。OK， 好，那相对的我们叫什么？相对的我们叫做 off duty， 没错哈。OK， 就是下班啦。OK， 好，解除职务，解除勤务了哈。When Harrison samples ice cream, he first takes only a small bite. Take. OK， 好，我们呢会说 have a small bite, take a small bite. OK， 好，但是请同学不要用 eat。OK， 好，因为 eat 的话其实跟后面那个 bite 的话。意思就重复了哈，你就不要说 eat a small bite. No, you have to say take a small bite or have a small bite. 都可以的哈。Okay, of the ice cream, swishes it around in his mouth to introduce it to each of his taste buds. Okay, 好，这边的话呢 swishes it around 没有什么问题吧哈，就是呢你把你的舌头这样子然后整个在嘴巴里面这样扫过一遍啊哈，等于说把那个冰淇淋整个这样子在嘴巴里面这样扫一遍呢，是为了要什么 ？To introduce， introduce 我们说介绍啊，或者是引荐。那这边的话就是指说呢，把那个冰淇淋导引到哈、啊、它的每一个味蕾上面去哈、啊。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 ，it 的话当然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 the ice cream， 然后他在吃的那个冰淇淋。Introduce the ice cream, 把这个冰淇淋呢引导到 each of his taste buds, 这个很重要哈。Lightly licks his lips and then gently breathes in so as to bring the smell up through the back of his mouth to his nose. 好，那同学要注意一下这个 and. OK, 因为这个 and 的话呢，事实上在这边我们是有一连串的动作的最后一个哈。好，哪里的一连串呢？我们来看一下。When Harrison samples ice cream, he first takes, 有没有？好 ,OK, 而且这边有一个 first 给你做标记啊，好，首先第一个动作 ,takes, 好，接下来呢 ,swishes it around, 接下来呢 ,lightly licks his lips, 好，接下来 ,and then gently breathes in, 有没有？好，所以我们有四个 takes, swishes, licks,And breathes. OK, 好，有四个，那最后一个才是 And then gently breathes in. 好，注意到这边啊，哈，这个整个这个片语这个动词是 breathe in. 好，指的是吸气啊，哈，因为只有 breathe 的话呢，通常我们指的是完整的一套动作，哈，吸跟呼这样，就是 breathe 这样。OK, 你好，比如说你说哦 ，he's still breathing.OK, 他还活着 and he's still breathing. 你总不会指的是他只有吸没有呼吧，对不对？或者是只有呼没有吸，不可能啊哈。OK, 好，那这边的话呢，如果说 breathe in 的话，当然指的就是呢吸气。好 ,OK, 好，为了要怎么样呢 ?So as to bring the smell up through the back of his mouth. The back of his mouth, 你说哪里啊哈，事实上呢就是这个喉咙的这个后面这边哈。好，因为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你想看你有时候如果吃辣的东西吃到嘴巴里面去的话呢，其实呢还会呛到你的鼻子嘛，对不对？因为它就是透过你这个喉咙后面那边，其实我们是有跟这个鼻腔是有相通的嘛，哈。OK, 好，那所以呢会从那边呢 OK, through the back of his mouth, 然后会带到哪里 ?to his nose. OK, 所以事实上这个不只是味觉，其实也是嗅觉啊，哈，也很重要。比方说吃东西色香味，对不对？With each step, he carefully sizes up. OK, 好，他去衡量了哈，去估算，去衡量 sizes up. OK, 我们也可以 size somebody up. 不过通常我们如果讲说你去 size somebody up, 通常不是那么友善啊，因为呢表示说你好像去这个
去看看这个人啊，他的能力如何啊，哈 ,OK, 然后他呢有我们有时候说诶、哎、那个他有多少斤两的重这样子啊 ,OK, 好，那这边的话当然只是在讲事情，所以说去衡量去估算。Whether the ice cream conveys the ideal balance. OK, 他这边用 convey 当然是一个比较抽象，就是你在吃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冰淇淋呢他给你的感觉，他给你的一个味觉的一个感觉是不是能够表达的出来啊，哈 ,OK, 表达出什么呢 ?The ideal balance between dairy sweetness. 我们当然都知道冰淇淋其实最基本的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呢奶类的东西嘛，对不对哈 ,OK, 然后牛奶啦奶油啦哈，所以一定会有这个 dairy sweetness, 这个部分的香甜味啊哈 ,OK, 但是不能只有这样，所以它必须要用 ideal balance between dairy sweetness, 奶香，还有什么呢 ?the flavor of the added ingredients, 还有呢这个所谓的加进去的这些材料 ,added, 因为这些材料是被我们添加进去的，好比说香草啦、巧克力啦、草莓啦，哈，甚至于好比说现在有人喜欢加什么优格啊，还是什么的，哈 ，OK, 好，这些东西的味道其实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说哎不加了，哈，加了也是浪费，这样 ，OK, 好，他说 ，and last of all, 哦，最后啊，哈 ，no matter what the ice cream tastes like, 好，请同学注意这个 like 啊，哈 ，OK。这个 like 一定不能够省掉，为什么？因为你前面当然那是因为你前面用了 what, OK, 好，所以我后面一定要 like, 好、啊、他说呢 ice cream 尝起来像什么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你一定要说 what the ice cream tastes like, 这个就好像你说你问说啊那个东西看起来像什么，你要说 what does it look like, 对不对、啊、你不能够只有说 what does it look, 你要说 what does it look like,OK, 好，你说天气怎么样啊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也是有一个 like, 哈，所以呢 ,what the ice cream tastes like, 那个 like 请你不要弄丢了啊，哈 ,OK, he spits it out, since, 因为，哈 ,OK, 因为呢他知道，哈，我们说 since 的话讲的是一个你原来就已经知道的原因了，哈 ,OK, 好 ,since a full stomach,makes for a dull palate. 好，如果呢吃得饱饱的话呢刚好就会造成 make for, 然后刚好呢就构成了这个的条件，造成了一个什么呢 ?a dull palate. 好，我们前面讲过说 dull 这个字要念 dull, please, dull. It's not dull, but dull, okay? Dull palate. Palate 的话呢我们说指的是我们的这个上颚，然后但是这边的话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什么味觉。好，你说诶那为什么不用 ton? I don't know. OK, 这个就是可能因为 ton 通常来讲的话我们会拿来讲语言啊，所以味觉的话只要找另外一个器官来讲啊，可以这么解释吧啊。OK, for Harrison, keeping a sharp palate means that other sacrifices must also be made. OK, 好 ,other sacrifices, 有其他的一些要牺牲的事情。好，那牺牲因为是他去做这样的牺牲啊，那这边我们把 sacrifices 当作主词的时候啊，变成这件事这些事情是要被他来做的，所以要用被动了 ,must also be made, okay? No onions, garlic, or cayenne pepper, 嗯，这些绝对不可以有啊，因为刺激啊，啊刺激他的味觉这样 ,okay? 会让他没那么灵敏。He also doesn't have any caffeine, since this blocks the taste buds.Block, 我们说是阻挡的意思，好，这边当作动词啊，哈 ,OK, 好，那阻挡的话意思也就是说让它没那么灵敏，然后让它不再感觉到有一些味道，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since this numbs the taste buds, or since this, right, OK, dulls, OK, 或者是 numbs, right, OK, 好 dulls or numbs or blocks the taste buds, thusHe usually has a cup of caffeine-free herbal tea for breakfast in order that, 我们说也是为了表达目的嘛，为了什么呢 ?His job will not be affected. OK, 好，不会呢被影响 ,affected, 受到影响。OK? But to him, this is just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what he calls the world's best job. 好，这边为什么要把 pay for 再把它标起来
然后因为常常会发现说同学呢在 for 后面加的东西都千奇百怪啊。OK, you pay a small price for, OK, 这边 for 什么 ?for the world's best job. 这样看懂吗啊 ?OK, you pay something. 付的是比如说钱或是代价。For 后面加的是你要买的东西啊哈 ,OK, 是你要购买的那个对象这样 ,OK? 所以呢 ,you pay a small price for the world's best job,OK?、Okay? 所以这个 for 的话其实后面就是直接接这个 what he calls the world's best job, 这个要分清楚啊哈 ,OK? Pay a small price, you pay a huge price, I paid $500 for the book,OK?、Okay, 这样懂吗哈 ?Harrison's family,has been in the ice cream business for 4 generations. And Harrison himself has spent almost his whole life in it as well. 也是啊、huh? OK, as well 的话说同样的跟什么跟他的家族一样的、huh? OK, yet he has never lost his love of the cold, creamy sweetness. The cold, creamy sweetness 指的当然就是什么指的当然就是 ice cream.OK, 好因为我们一直讲 ice cream 其实也是有点烦啊哈 ,OK, 而且在这边的话因为前面讲到 love, 好这个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呢就可以换一个词来说哈让这个呢感性的可以接后面的这个比较具有描写意味的词好就不会一直重复说 ice cream, ice cream. He orders ice cream in restaurants for dessert, even when he's not at work. Mm-hmm. On these occasions,OK, 我们说 occasion, 我们要用 on 了哈 ,on these occasions, 在这些场合了哈 ,OK, 因为不是他在工作咯所以呢 ,he swallows the ice cream, taking in about a liter a week, to take in, 我们说这叫摄取啊 ,OK, taking in, 或者是你可以说 having, 对不对或者是 eating, OK, 好或者是 consuming, OK, 好 taking in, eating,having or consuming, OK, 摄取 about a liter a week. 其实 a liter 应该是还好好所谓的说一公升。好那你如果每餐都吃一点的话其实一个礼拜一公升大概也还可以啊哈不过当然要看他还有吃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啦哈 ,OK? Though he has gained some weight, OK, gained weight, 好所谓的怎么样增重。OK, 他获得了一些重量就是他变胖 OK, 增重。好那 gain 相反你说这个这个瘦了的话你会用什么哎你会用 he has lost some weight, OK, he has lost some weight, no, here he has gained some weight over the years. Over 的话呢表示持续一段时间啊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啊 OK, 在这段时间的话呢他都是怎么样 he's been with dryers,He has been. 好因为是 over the years, 在这些年当中他都一直是怎么样一直是为 dryers 工作 with dryers, 和 dryers 在一起表示是为 dryers 工作哈为这个公司工作 with, 和他一起。OK, 是他的员工啦哈 ,OK, 所以呢他呢一直都在为 dryers 工作的这些年当中啊他当然呢胖了一点啊 ,OK, he couldn't care less, he couldn't care less, 不可能齁或者是他不可能呢会在意的更少那就是怎么样就是呢他一点都不在意了 OK 好好你说 careless careless 的话就在意的比较少那没有办法再在意的更少的话呢那就是一点都不在意的意思 He couldn't care less 这句话同学可以学一下讲你说、oh, I can't care less 意思就是我一点都不在意 OK Who would trust a skinny ice cream taster? He jokesJoke 在这边也是当作动词啊啊 ,OK, 意思就是说他这么的开着玩笑 ,he jokes,OK,、okay, 好所以呢到最后回到呢这个 ice cream taster 呢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啊所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篇文章从一开头啊讲他然后到最后呢回到他对于他工作的看法这样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呢这一课啊的一个讲解。好拜拜。